你干啥嘞？下来螺蛳粉。你不是说想碗面吃吗？我刚买的螺蛳粉。啥时候买的？快递买的。不能呀，我以前是不是讲过咱家的规矩，不能在家里吃螺蛳粉？但是我就是想吃呀。你我知道你想吃螺蛳粉，你想吃螺蛳粉可以去饭店来吃。我受，不是我受不了呗，都受不了这个味，咱一家的就你自己喜欢吃螺蛳粉。但是我已经把。你那天你还在厨房里头煮，你也没开抽油烟机，马上一个屋儿里面全是这个味道。没有，我现在是煮汤，我还没有煮那个料呢。不行不行，不能，你先来个倒板。倒完放反面，煮反面都行。那你忍一下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能，我那我来，门我已经关上过了。几不是已经关过了？几天了，我散不了这个味道。我没无理取闹，我很郑重的跟你讲，现在三点多了。但我已经煮了，你让我倒板，你有点过分了吧你？你可以换成方便面煮，真的。我不想吃方便面，我就想吃螺蛳粉，我也不想去饭店吃，我现在上哪饭店吃？那吧，你等会你煮好了，你到门口吃。上哪？门口吃。你再说一遍。到门口吃煮好了，而且等会你煮的时候把抽烟机开开，别忘了。行，你吃三袋多碗，吃四袋多碗，但是这个五袋绝对不能吃了。你讲话。哎，宝宝，你来，你来。我不去，我闻不到那个味道。没有，现在没有煮，你来。你看，这是我买的，然后加辣加味的，你看它料的好多是吧？然后这里面有腐竹、花生，还有加量的腐竹包。要不我给你煮一份不带汤的，你尝一下。你就送过吃，我都不吃。你试着接受一下。不吃。真的很香。不吃，我把门开开，你等一会。你把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你把那个卧室的门关上就行了。然后俺把那屋门我已经关上。不行，你在厨房里头煮的一个屋里全是味道，你根本就不了解，不吃螺蛳粉忍受不了这个味道的感受。咋啦？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吃。是不是像你吃？我就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能在屋里吃。你赶过年头，你试试，我给你讲完呗。我已经讲过了，现在晒的热，我不想跟你吵。吃完硬了你，咋吃咋死你？我就吃了一次啊。不能用，我哥屋里都闻到味了。这个螺蛳粉我真不能闻那个味，我从螺蛳粉门口过我都想约。不是给你门关了吗？你在厨房吃就是了，要不然你搁门口吃也关。不管你这弄了一个屋来，明天不管见人了，你可知道？我给你弄个板凳，你出去吃。真的不灵，你考虑一下别人感受行吗？你真是你。来，我给你弄好了，来，过来，走了，我把那个门开开。桌子可以拉个风，这边，出来。你咋没给我扔楼下？我给你扔楼下了啥？这有风，我把窗户开开，这可以透气，那屋里喘不了气。所以你让我蹲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有楼梯，挺干净的。我把上面的窗户开开。过来。你等一下，我把窗上面窗户开开。对啊，这房间不好吗？搁这吃就搁这吃。窗户还开开着嘞。那你不觉得明天咱邻居一觉醒来，我去一个楼梯套？不会的，我把那两边的门关上，把那两边的窗户开开，拉拉风。这个味道呀，儿，真的。好的，准备好了，我上屋来去，我把屋来窗户都开开，通通风去啊。啊？咋了？我直播到夜里11点多，快12点。
有五毛钱，我不知道吧。我吃个螺蛳粉在屋里吃，怎么了呢？就忍一下不行吗？你管什么？你憋出来。我也没有要求让你给我想，我也没有要求让你给我买，你还给我，你从屋里边给我哄出来。没有哄你，我是给你搬到这门口吃的。我就在那吃，我在那吃完。没有没有，可能也不是你想哪的，主要是受不了这个味道的人，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我去上不来班，我来通通风去。